别的游戏，什么游戏？考验大家对品牌 logo 的能力。请问一下，这什么 logo？ 这个是。Hello， 玩游戏喽！还 logo 辨别挑战，大家对品牌 logo 有那个吗？信心吗？我只能说，你赶快这两个人买上买精品的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最少买精品。你感觉很常穿得很时髦，对啊，你脸就很精品。我其实我没有品牌名，贵在鼻子而已。你说我行头有什么是精品的？有哎，蛮多的。内衣裤几包？没有，那很少会背了。而且他以前做直播的时候，他每一次来都是不同的新包包。对，以前的时候，那时候做直播有比较有钱，就那种平民风。你买最贵包包多少钱？三四万。对，四五六万。双狙只有三四万而已的吗？你那一卡应该要八万吧？他有八万。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很爱背 LV， 是他厉害的事。看到 LV 都不是花自己的。买的。对，这是最厉害的。你先喝，怎么喝？滚蛋！我的好朋友借我杯。你才是我们里面最厉害的。但最近买新包是你们两个，他比较夸张，就是说，我去买衣服好了，来超贵，买超贵，这样的，买东西很像是那个，就是我看其他杯子，对对对，吓一跳，吓一跳，品牌 logo 辨别，然后他，好了吗？我喝嘛，先喝吧，怎么喝？懂的懂的懂的，我前面有酱，那是以前，然后你是比较不一样，他是就是把钱都花在他的身上，他主要是保养自己，那你是变自己。哎，其实有整没错哦，怎么可以了？不是很明显了吗？啊，我只是把那个我的不同的地方移到不同的位置而已。哎，其实我鼻子真的可以动，这不可以这样子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气哦，这样拉的是跟他讲，其实可以。哇，避开这个鼻关。我替你努力了，怎么喝？但我不用双眼皮的啦，我是佛，我是佛。可是我没有移东西，我只加一条线而已。好，还在聊吗？上次是人脸辨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辨识 logo 就对了。等一下出题，我们就直接喊自己的名字，知道就喊。还这么取名？你要取什么 ？Rose 好了，最近喜欢他。可他不叫 Rose， 他叫 Rose。你这个念错，你还记铁粉？我叫 Lisa。那我叫 Michael Jackson。好长哦。Michael Jackson 这样哎。哎。我知道你叫什么了。那个是人名吗？叫 Tuto 啊，很高啊。啊，我知道谁了。演那个 Fast and Furious 那是什么剧了？男生是谁？保罗。另一个唐老大。彭迪索。哎，蛮像的。彭迪索。先讲真的啦，随便啊，反正你们会输啊。哦，品牌 logo 辨别挑战第一题，一二三，冯迪手，等一下，我忘记自己的名字啊，哪一个是对的？右边啊，好，啊，所以要准备右边，老师要猜正确的，那我对着他们要喝吗？要，走，喝，滚蛋，滚蛋，看吧，不会取名字。下一题，一二三，彭于晏的你，他要讲一二三吧？有吗？刚刚有前面有说吗？好，一二三，李莎，啊你啦，我猜是左边，李莎，右边，汉堡王，怎么喝？哦，对，咚哒咚咚哒，还在笑，这题蛮难的，要笑什么啊？好，下一题，一二三，彭于晏的。这是什么牌子？等一下，这两个都有啊。哎，这是你们合作的牌子。No no no no， 我知道。左边怎么念 ？Ariel Ariel 啊，那个是什么的？我们可以讲吗？曾经要合作过，结果他们就是因为当兵那一集。洗衣精，洗衣精。厂商觉得说那个可能会有对当兵的观感不好，是不是会成效不好？是不是影片爆红？对 ，Sorry 咯，活该。好了，有机会再找我们合作了，相信我们，我们是最把关内容的，不用担心。真的，你不用喝，你也可以喝。我先敬他们了，今天再找我们合作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好，下一题，一二三 ，Lisa， Lisa， 左边 Airbnb， 耶 ，Two， 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是 A 啊。那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泰国的那个民宿吗？是薯条的薯条，是怎么说？你没看那影片吗？很恐怖。
是不是没有你的影片你就不会看？讲实话，只要我有我的影片，我一定看。其他就是可能吃饭前，哎，刚好看到我就看一下。那等一下，那你呢？我有的看，有的没看。哪个你不会看？没有你的你不会看。我其实偏看主题。对啊，对对，我也是。咦，真的吗？你自己都没有在支持你们自己所在的频道。好，我知道错了。下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我知道错了。重点是阿明是你都有看哦。我是阿夫主义的粉丝哎。那你是我的粉丝吗？不是啊。好，是我有订阅你的唱歌频道。讲到这个，5月21号杨圣贤演唱会，21号加场，还有加场哦。知道为什么还在再宣传吗？因为卖不出去。改口，快要卖完了。然后在 KK Tix， OK， 就这边，帮我看。下 everybody， 大家你们到底用了 social VPN 了没？超方便、超便利、超快速的 social VPN， 让你无远否界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跨区轻松 get。鲨鱼人还推出了 Subshell One 的加购套餐，它有 Antivirus 的功能。如果你不小心下载到了恶意的 App 或档案的话，它可以立马通知，立刻杜绝它。No。在我们的设备里面呢，安排全面扫描，定期保护我们装置不受病毒的威胁。而且很酷的是哦，它还有网络摄影机的防护机制，它可以呢限制所有未经过同意的应用程式开启我们的相机，保护我们自身安全，使用起来更安心。现在输入优惠代码 TOKI 或是点击我们的资讯栏的连结，就享有 1.7折哦，购买2年还送你3个月，而且30天内无条件退款。如此保护你现在安全的软体，就用 social VPN 吧。好，来下一题。1、2、3，这什么啊？我用猜的好了。好，罗丹，右边好了。然后叫 Seeker。可是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抢答。不要猜好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可能应该是念什么 Citroën 吗？这个是汽车品牌。啊，怎么念？来，怎么念？Citroën。哦，好棒。Citroën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喝吗？这台吧，怎么喝？咚哒咚咚哒。Citroën。好了，下一题。一、二、三。Rosé。哦，我知道了。3、2、1。下面。麻烦下台。上面。一定是上面呢，是叫我们讲下面，讲下面。对，因为我真的对车牌真的是，我们就是专治你的这一集。怎么喝？混他混的他攻谁雷啊？我刚有他的做效果，他真的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的比分是1:2:0。你还是一个零。你们像多厉害啦！我要为自己加油，洋洋加油 ，Rosé 加油 ，Rosé 加油，资格一二三 ，Rosé go。Rosé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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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 好，给过，我可以看封底锁的吗？拜巴这首歌，是那种强悍的，强悍的。封底突，不是 man 的吗？都变秃了。大家不觉得封底锁？封底突锁，封底锁，封底突锁，封底突锁，封底突锁。不要每件事情都觉得是在攻击，没有，我们其实要看很我们感情好的，超欧的。我刚对不起来，对不起，刚刚想哭哎，真的假的啦？他真的要哭，对不起，我好对不起啦，要打完蛋了，又被骂惨，我会被骂惨，自己的脸多干。真的要哭吗？没有啦，因为我也觉得我们私底下你会讲不是，因为私底下我们也是这样。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，我真的可以改。这样太多就会那个。对啊，太假了。开玩笑的，我还继续说的。但是他刚刚是真的话。我们发誓，以后没有讲什么，我们就喝一杯，就讲到"吐"这个字。不用啊。澄清，我们爱讲是因为他其实真的没有，因为他反应超多的。你看他这种人，讲人家还笑人家。哎，张可谦真的没什么。你看我可以比光麦会翻。他正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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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啦，真的好了耶。看错吗？看一分。我吐吐零零。好，看分。好，下一题。1、2、3。Rosé。哎，你错。Rosé。Rosé。看到什么？
记得。Toyota 后面有个 N。Honda。恭喜你有一分了。有了，来怎么喝？懂的懂，懂的可签名是雀雀喝。下一题。好。慢点点。等一下，来自在哪？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右边。放你走，左边。啊，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很久。哪里插在哪边？那个头那边。Oh my！ 啊，有趣有趣有趣，可爱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是有一点那种大家来挑战，因为有点点比较可爱。那怎么喝嘛？怎么喝？咚哒咚咚哒，二比二比二比一。好，来下一题，三二一，买过来。下面的。耶。等一下怎么念啊？这个 Fila， 你念那么快，慢点，知道吗？是看你最快的。慢，我是你的名字。哇塞，这样。哦，然后谁还记得？白痴哦，你是 Lisa， 白痴哦。按你讲，看你最快的 Lisa。Lisa， 耶！快点，快点，我们 Lisa， 不要。很快吧？哦，不要，不要。他都听不懂。什么？你为什么在？又跟你什么事？我跟你交好吗？你要叫罗森吗？他叫 Lisa。炸！炸！有，所以你换名字了，你换名字了。卫生纸好不好？有。哎，我们要喝吗？不然你来个最快的，怎么喝？短短短短答。如果过的话，我帮你喝。最快的，哎，七。炸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有。每一次每次都有吧？对，有了，有了。我喝，你可以参加快鱼比赛了。聪明吗？哇，双节明月光，对，你会被诊所吗？来这边演一句，双节明月光，你是第三双。我是低头吗？然后请，冲啊！别等了，加油！加油！男生做的事，他竟然听得出来，他竟然听得出来。加重点是，录多久了？已经全部30分钟了。两分、两分、三分、一分 ，OK， 才八题。品牌 logo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罗水哦。三二一，罗水。罗水有个快递。我知道，是我很常买 Oreo， 左边。没了。再一次，三二一。欸给蒙一所小右喽，懂的懂的懂的，有听到懂的懂的。下一题，三二一，慢点，上面的答对了，怎么喝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你们是你的，走走走走。你们听过银铃般的微笑就是这样子。三二四一，啊，你试了，你好弱哦，一分的。他不知道回什么，他真的弱，能怎么办呢？你刚出来就先惨，不能选一啊！来到下一题，三二一，啊！没有了 ，Lisa， 我知道啊，呸呸，下面那个，你有看过？对，后面那个，你看过，你看的是错的。四三四一 ，I'm so sorry， 你不要让。你问我们要不要让吗？对啊，不要啊。让你，我们要喝哎。啊，最后一下会怎么样吗？好，来喽，下一题，三。咚哒咚咚哒，怎么喝？给他喊他名字。五六七，怎么喝？你们没有看到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定要不要？好，下一题。三二一。怎么念 ？Hummer， 炸！好的，四三四二，三二一，两号，我上面那个，啊？你没有喊呢？上面的 A 没有那一撇啊？哎，我跟你们讲句话，怎么炸的？他，你有怎么喝？有啊，他有讲，他就讲这个，炸！好，来了，下一题，三二一，罗森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我知道吗？好，叫什么？好快，这叫什么名字 ？Twitter 啊。我先讲 Twitter 右边，对，没有名字，他没有把球。五四五，五四四，五四四啊二。好厉害的，怎么怎么？跌倒了，怎么怎么？怎么怎么？怎么怎么怎么？我们这群人有生病。怎么怎么？刚好观察到一件事情，要你很快都要很大声，有可能正常音你很大声吗？可以，正常音要很快很难。我来，我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哎呀，你蛮没有哎。这样，不是要小声。轻声细语。啊？你在干嘛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
什么？好啦，没办法，他一定要大声。好，下一题。3、2、1，来了。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是三分，对不对 ？Yes。你要喊？我要追了。啊，你还没喊呢，小声的哦。大声。我喊完了，因为我讲话很快。你喊完了？嗯。你再一次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收。啊。怎么了？怎么的？可是你多一个搭哎。因为我刚刚差点想要唱滴答。重点是，我看那个癌，没有人理他，现在就，没有人想理你，我到，太尴尬了，尴尬！我刚刚一度两秒、三秒钟觉得很可以重复个台词，要用癌盖过，是不是？大家都看破你手脚。小时候还蛮好笑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没有看那个看到我。几比几的？我三吗？还是有你？你拿三，现在四。5、4、4、4。是吗？我不是三吗？剩几题啊？5题。我是四哦。好了，对，来哦。OK。品牌 logo 辨识已经报第几题了？好累。来喽，3、2、1。右边。没有那个先大。小写哦，我以为会有个 U 前面是大，那我欢迎你要喝。我们等等哦，对哈，是我们纯粹去想。哎，可以，其实可以，小声的。不用谈论这个话题吧？我可以请你做些事吗？走，清醒一点。好了，品牌 logo 下一题。1、2、3，来。来。还是在猜吗？很细微。5、4，哪里啊？3、2、1，看不出来。哪里？左撇，哪里差哪里啊？不知道。你先找，你先找。哦，多一撇啊！哪里有一撇 ？F 下面一了，后面一了。哦，哇哦！不好意思，我剪线成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，6、4、5、4、4。我觉得那是连猜都可以错，你们也太水了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他都是以声量取胜，他在巨大声。那我再大声一点。你已经很那边了，给我。因为我要跟你先让嘛，他不想输给你。我不可以输给酒醉的人吧？谁？你啊！哎，我真的没有醉。3、2、1。我这边，这边。怎么念？念错也不对哦。没有，不知道这怎么念哎。我也不太会。他是念 Chrome 吗？是念 Chrome。那乔恩，你觉得他可以获得一分吗？是0.5分？一分吧，没有0.5分这种东西。用球的，就他们的肠胃炒菜。拜托。不要。哦哟，就拜托了，我已经这个那么你会给他分？这还好吧，大家会蛮爱的。那你现在对镜头10秒，你的拜托要全心全意的那种。是，这样。所以拜托，拜托子哥，就是我希望可以让我得到这个分数。加速。我真的很可爱，我真的很聪明，所以给我100分。好，我觉得歌过，那我再问你是怎么念？那我已经有念过了，你怎么念？好，哇，6、4、5，加油，妹妹。6、4、5、5，6、4、5、5，6、4、5、5，你只有四哦。好，怎么喝？喝完了。刚刚你解说那一趴，别再动作不好，他一直踩，没有没有踩，他就踩在上面。好，我踮脚。好，下一题，3、2、1，冒烟水。5、4、3、2，有一。那这次要选谁？少来啦，这好难哦。我以为中间呢，剩几题？剩一题哦，就给我们好不好？好，你们两个 PK 好不好？那你跟他吗？就看我能不能跟他同分。6、4、7、5。哎，你怎么摸我膝盖？那我们要。有路道吧？有路道。他真的以为这边很暗。不然你们三个 PK 好了，因为你们再得一分也不会超过我。他有可能变6啊，那你有可能变5，所以你们三个玩啊。还是最后一题3分，因为最后一题超难。啊，几个选项？2个。不然他们两个玩好了啦。OK， 好啊。还是最后2分。我们三个玩2分就有那个。好的，品牌辨识最后一题准备好了吗？大家先深呼吸，想好自己的名字了吗？好。来哦，3、2、1，冯仁正。Rosie。左边。我赢了，谁去输啊？他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？好不好？我猜错啊，但我知道左边的。怎么？那还好，我们两个都是输嘛。但是你最输的，你最输的。哎，我们还是可以那个，原本想说那个中间随便出一点英文，可能之前有看过，但他会忘记的。
较把一题吗？等一下，真的很不想输给你。你可以的。这还好。我想说这样就好做结。你做啦，你就直接输就好了。好啦，好好好好好。有玩什么品牌 logo 变成很好玩之外，我们的互相攻击也非常的好玩，太多私底下的。你们两个和好了吗？和好了。那你对于你今天不是最后一名，你觉得？哼，我不想多说什么。他都礼貌性。我没有说什么啊，什么 logo？ 可是你刚没事没事，因为我难得，真的难得，你是女的、啊。先喝吧，哎、欸，他说我是女的，男的女的。没有，我觉得说就是，其实这都是尝试题啦。我觉得你要再加油。好啊，我会加油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发现喝酒玩什么可以玩这个哎，因为我每次刚喝酒就只有一个人酒，所以我们也是很苦。对啊，好累、哦。今天的爆点应该是我们的互动了。我们私底下都是这样子。这个单元已经越来越放飞自我了。我们不吵架的，他们呛我秃头啊，我很 OK。然后他们呛我整形啊，我也没差、啊。呛我牙齿啊，就胸部只是长得很奇怪、就是，他们就是喜欢这样。因为我们都讲事实。嗯。就是没关系的，无所谓。就矮黑啊，矮黑啊。你刚发型吗？像谁？谁？我室内国内的东西。没事啦，我们就很爱爱彼此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也是之前的喝酒玩什么？我是轩，是天。我们都是好朋友哈，大家不要走心。真的，5月21号哈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要买票哎，也卖不好，我帮他买一下。不用卖不好，已经快卖完了。哇，好了，再见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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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不要啊！好饿啊！哎，这么久了，你们都在那边，一直想要秃头干什么？一二三 ，Right。我一分，我一分，我一分，我 Burger King。那如果这样了，我也没有，你没有，你。那我们就，你觉得你有没有？你现在到底有没有？我觉得零啊。对对，大致的。